30日，据媒体报道，韩国艺人宋慧乔和朱智勋将作为主演出演于11月播出的 KBS 2新水幕剧《哈伊娜》。据悉，宋慧乔将在剧中饰演律师郑金子，朱智勋将变身法律界的精英云熙载。该剧是一部讲述上层1%哈伊娜代理律师们的故事的热血生存记。宋慧乔和朱智勋两个既有颜又有演技的神仙组合，在剧中又会有多精彩的表现呢？他们之间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？此剧虽还未播出，就让不少网友表示非常期待。另外，该剧将于今年11月播出，敬请期待吧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